我每一天呢去做环保都是一样，都是3点多钟起床，4点多钟出门，住到6点多钟回家。做环保就是心情好嘛，心情好就是一方面为了救地球，一方面也是活动自己的筋骨嘛。我两岁啊，我父亲往生了、啊、家里穷啊，怎么办呢？我妈妈就带着我去讨饭了、啊、记得我那个时间呢是秋末冬初的时间，正逢到人家来一家人在吃饭，我们去讨饭了、啊、他就挖了一碗饭给我妈妈，所以说我妈妈带着我到那个村庄边上，那个菜园边上，把那碗饭给我吃。所以我想到妈妈，我就想哭。等到改革开放运动回去的时候，妈妈已经往生了5、6年了。自己从小吃过苦嘛，电视里面看到这个。外面有人家什么这个苦难的人啊，也没饭吃的啊，心里饿死的啊，心里逃难的啊，大灾难啊，我都会另外捐钱的。经过三月那个美食节啊，他们每天没有卖完了，他就下架，他就给我四姐。捡衣服，你看，在外面卖，包装的好好的，丢到垃圾桶，我就给捡回来穿了。除了自己的衣服，我这衣服是人家送的，这个衣服都是捡的，像这个夹克，你看都是捡的。我们这差不多吃的、用的什么东西都是不要花钱的，这个都是捡的。我是。民国92年守镇，95年就捐溶洞了，那个96年、97年就大体捐赠了，所以我做得到的，我能做的我都做到了，做不到的我就没办法了，我尽我的能力，尽心尽力了，我做自己做事情都是一样，尽心尽力。现在越老越比较好看，做环保啊，心情开朗啊，到处去跟那些师兄师姐啊，可以聊聊天啊，也会变年轻了、啊。本来以前他很丑啊，看这个照片你就知道。这个楼梯呢，大概2个礼拜以前他就洗了又洗过一次，他一年大概会洗个2、3次这样子。洗那个楼梯啊。没有人洗，我说没人洗，我来洗。我说我不要钱了。他是一个很勤劳的，也很爱干净，然后很慈祥的一个老人，对我们这些邻居都非常好。所有的楼梯都是他在洗，他一个人洗哦，他自己牵水管啊，然后从5楼一直洗到楼下。我住在这里大概有10年之久了，我没有洗过，都是他在洗的。你很幸福哦，每次都到慈院去做志工，傅师兄还做那个环保哎，他家里每次都叫我去带环保，带了很多，哦，真的不简单啊，他这个可以做到120岁，90岁的年龄还如此的精进，你看一大早起来就开始去捡环保，那白天就到环保站来。我们这个协力队的勤务，有些医院志工啊，等等，他都可以主动
要求要承担，所以你可见他这样的付出对我们这个小队有非常大的注意，那也起了很好的典范。可以搬货柜，还可以做环保，还可以拆解，里面有几个人做得到的？能做就有福啊。这边我也来载过好几次啊，来过哈，来过好几次。金就是说你心无杂念，就好像你我今天当吃金，你怀疑吃金，你有这个杂念了、就不算是金了。进就是永不退转，你比如说你今天做了吃金了，你要退转，这就不进了。上人的法我都学不懂，只记得上人一句话，做就对了。